接下来我们看第六题，第六题告诉你 ABC 珠的坐标，问你说 AB 向量加上 T 倍的 C 珠向量的绝对值，绝对值就是长度，最小值是多少？好，那什么是 AB 向量？就是 B 减 A。那什么是 C 珠向量？就是珠减 C。然后这个 T 一乘进去就二 T 三 T， 然后跟它加起来二 T 减四，三 T 加七。所以你的向量是这样，那它的长度，这个长度呢，就根号 x 平方加 y 平方，好，根号 x 平方加 y 平方，那这把它展开，这把它展开合并，就会得到是三 t 平方加十六 t 加六十五。那接下来这个，它是一个二次函数 ，t 二次函数要求最大最小值，用什么法？配方法。当然我们也有公式解，公式解是 t 等于。公式，我 a x 平方加 b x 加 c， 什么时候会有最小值或者最大值？即使在 x 等于负的二 a 分之 b 的时候，那你就是二乘以十三分之二十六，哦，负的二乘以十三分之二十六，然后刚好约掉负一 ，t 等于负一的时候，好，所以如果你用配方法的话，你可以把它配出来，好，这个变成是十三括号。这加一的平方呢，这个就减一的平方是十三，所以这做出来是 t 加一平方加上五十二，那所以t等于负一的时候，最小值是根号五十二，就是根号十三。